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同学们美好的未来，欢迎大家报考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。同学们，南墙好专业，就属我和学院，好好考试，好好准备，就等你来我们学院，到我们学院门口的榕树下来合影，到我们实验室来当主持人，欢迎你。我在美丽的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等你来。同学们，厦门大学法学院等着你。金秋九月，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着你们。高考加油，南墙好专业欢迎你。你想望海听涛吗？你想领略厦门大学经济学殿堂的美妙吗？你想输一份长风破浪金帆济世的豪情吗？如果想，请来厦门大学，厦门大学欢迎你，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欢迎你，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欢迎您。我在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等你。这是近百年前校主陈嘉庚先生给我们的校训，自强不息，止于至善。南墙好专业，信息学科等着你。厦门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欢迎您。春秋待续，百年辉煌，2021年10月6日，厦门大学将迎来100周年华诞，这是厦门大学历史发展的里程碑，继往开来的新起点。对于即将进入厦大的2020级的你，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，那就是你的人生将能与一所百年学府同步开启青春的新起点，这是多么的美好而幸运。在此，我代表全体厦大师生，诚挚邀请全国高三年级毕业生报考厦门大学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厦大人，与全球40万厦大校友同庆百年盛典，共襄圆梦盛举。